很累耶。对了，听说台中这边有个小朋友，他们家开咖啡厅，而且咖啡厅都是小朋友自己整理的哦。这么刚好，那还可以顺便拍宝贝大明星耶。对耶，走走走，那我们赶快去，快点，骑快点，骑快点。很远吗？用力用力。好，好，很近，快点用力，加油。终于来到咖啡厅。对啊，骑得好远哦。好热。爸爸，好香哦。很香？不会啊，蛮干净的。不是啊，我是说地啦。好了，你就是传说中家里开咖啡厅的小女生吗？然后很会打，在哪里？我看不到她在哪里。在后面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小时候在哪里？你就是你吗？你该不会就是小珍吧？对。这里是。对啦。这里是咖啡厅，好香哦。好香。好香哦，好像要来杯咖啡。对啊，来咖啡厅一定要喝一杯咖啡的。You know？ 帮我们上两杯就好，先两杯。谢谢。谢谢。先拿了，好，麻烦你了。然后我一个人吃一块，我觉得很罪恶哎。希望我可以穿得下机器战士 Topo 的衣服。啊，一个香蕉，我不会再叫机器战士。嗯，你觉得我本人很瘦吗？嗯，不知道。嗯，我回避一些话题。就会说不知道。真的是酸的耶。对啊，酸的甜。不要坐下。好，很慢很慢，走慢。不好意思哎。不小心哎。哎呀，好浪费哦，还是我捡起来吃好了。哦，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小珍，我会帮爸爸擦桌子，还有扫地，还有帮客人收杯子。还要洗杯子，我要先把地毯把它拿起来，把扫把拿起来。小珍，它后面刚好有一只虫，怎么办？哦，那我不要过去了。怎么办？哦，你是女汉子。去哪了？不要抠抠抠。哦，差不多了，要洗杯子了，洗杯子了，杯子太多了，要洗了。哦，坐在上面洗。我想说，站那么高，他怎么洗得到？我要加点水。不会说。我就可以用小的把它上去洗。它真的会，还有像绕回圈，对，这样每一个地方都会清到。洗碗机嘞，用机器洗就好啦，用手就不用洗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家没有这个。也对。那你喜欢洗杯子吗？喜欢洗杯子那就 OK 了。像这种有透明的就可以看得到，没有透明的怎么办？不知道有没有干净。叠在一起，完成。都完成。耶，你先大家比个耶。耶耶。洗干净。很好。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？什么任务啊？还在比。那你说一下洗杯子的感想好了。洗杯子好玩吗？好玩。为什么好玩？因为手湿湿的很好玩。你喜欢手湿湿的感觉？他太强了，老师。老师也是。你看他的手好的吗？他的手怎么会这样？对对对，这个，然后这个手怎么样？对对对，在这里。这是 finger。Finger your finger what？要轮流这样洗。洗杯子的 finger 吗？是从那里来的吧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常洗杯子，所以你这个跳得很好。洗杯子的。不要姐姐，你要常洗杯子吗？我有啊。来，你们两个一起做，是一二三，一起做。Sorry， 你输了。哦，他很快。他很快。
也笑嘻嘻吗？对嘛，很好，看下面，一二三，宝贝大明星成功，走走走走走走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哦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车子完成了，一起出去玩吧。出发啦！它有它有，它有它有，它是亲切的小巴士，快快跑，慢慢走，它又最喜欢奔跑。它有它有，它有它有，它是亲切的小巴士，快快跑，慢慢走。他要总是很开心，天波和平路，万叶和之路，走向前方，从来不害怕。就算黑漆漆好可怕，他也不孤单，朋友陪伴，一切都不用害怕。他有他有，他有他有，他是亲切的小巴士，快快跑，慢慢走。他又最喜欢奔跑，他有他有，他有他有，他是亲切的小巴士，快快跑，慢慢走，他又总是很开心。天波和平路，万叶和之路，走向前方，从来不害怕。就算黑漆漆好可怕，他也不孤单，朋友陪伴。一切都不用害怕，他有他有，他有他有，他是亲切的小巴士，快快跑，慢慢走，他又最喜欢奔跑。他有他有，他有他有，他是亲切的小巴士，有朋友来陪伴，笑得灿烂像阳光。又是崭新的一天，一起出去玩。香蕉哥哥，你今天穿这样子会不会太少啦？不会啦，我刚运动完啊，穿这样很舒服哦。可是今天天气凉凉的，哎，穿这样会容易感冒啦。月亮姐姐不用担心啦，我就说了吧，你真的穿太少了啦，都已经打喷嚏了。香蕉哥哥，你去看一下医生好了啦。香蕉哥哥，你去看医生了没有啊？我已经挂号了啦，月亮姐姐，等一下就要去看了。我看你的脸红彤彤的，该不会是发烧了吧？发烧有吗？我只是觉得很热而已耶。哇，你帮我摸看看。真的在发烫哎，而且你还一直流汗。
确定不是因为穿太多衣服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，我衣服穿七件，裤子穿三件，好像有点多啦。这样穿真的太多了啦。香蕉哥哥，我跟你说，衣服穿太多的话呢，会一直流汗，带走大量的热能，这样身体会缺水，不但没有保暖的功效，而且还有失温的危机哦。真的吗？我看医生的时间到了，我还是去请教医生好了。月亮姐姐，我先走了。保重哦。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我不肯，我跟黄子豪，我叫请问，我叫吴威，他老虎有个么么鸡。一起来听狐假虎威这篇故事，你就知道喽。最开心了耶！一起玩是可以啦，可是说到了下课，我就会有一点紧张。哦，为什么要紧张啊？因为班上的小虎，他的力气很大，而且声音很凶，他还会欺负别人呢。我知道，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可爱动物，他最喜欢欺负我们了。好无聊哦，路上都没有动物可以欺负吗？咦，有人在吗？你们听，好像是小虎的声音哎！快跑！往这边走啦！我喊哥。全部都吓得跑走了。哎呦，那个小虎哪有这么可怕？是小虎。你刚刚是说我不可怕吗？没有啦，小虎是你听错了，听错了。我听错了，我看你是想被我欺负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是全校最凶的人。你说你是全校最凶的人，那我算什么呢？你不信的话，那你就跟在我的后面，你就会看到全校的人看到我，都会跑走，跑走，好走，哦。小朋友不可以学小虎一样爱欺负同学哦。还好啊，机智的小狐狸想到了方法，不然呢又要被小虎给欺负啦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大家一起左一拳，耶！再次，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再近一点哦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再近一点，再一点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大家一起小狗，小兔，小猪。嗨！快走！你看吧，大家看到我都怕得逃走了。大家真的都怕你哎。那我要叫你狐狸老大，把你当上钩。哦，舒服舒服舒服。可是啊，小狐狸越来越夸张，仗着小虎的势力欺压别人，越来越多的动物同学啊，看到恶霸狐狸。再也受不了了！我要你们带的东西，通通都带来了吗？宝藏狐狸老大，通通带来了。哇，不错不错，别抖了，别怕别怕啦。我下次想要吃那个饼干、汽水，也要帮我带来哦。是。狐狸同学又在欺负人啦、啊。我就亲眼看到啦，还有很多同学啊，都来告你的恶行恶状了。走，跟我去教官室。Attention， one two three and four。谁叫你 three four？ One two 就好了。One two 啦。走。哇，我知道错，你们。你们。
会出现在天空中，飞机也会出现在天空中。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会出现在天空中呢？哇，有时候爸爸跟我玩游戏，我也是会在天空中哎。聪明的小朋友，你还想得到其他也会出现在天空中的东西吗？我有一双长长的手，所以我很会爬树哦。在森林里，我最喜欢大声说话了。你听，森林里的生活真是开心。聪明的小朋友，你猜对了吗？我就是猴子。
说啊？碧昂姐姐，真的被你说中了啦！医生说我穿的太多，所以全身发烫，还好没有发烧哎。哎呦，香蕉哥哥，你一下不是穿太多，就是穿太少，这样不行啦，下次要多多注意哦。没问题，最近天气变化多，温差也大，所以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定要多穿一些。小朋友如果知道自己感冒了，要记得戴口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一下马上去戴。那小朋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口罩。大家好，我是玩熊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键。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？也可以看这里哦。